不露影痴打边炉，同大家围炉霎下霎下，论尽古今中外电影。主持陈庭青、叶七成。Hello， 七成兄。Hi, hello。哎，今次我哋啊，就分隔两地啊，我哋又试下新嘢先，试下我哋个呢个系统又同你。分隔兩地啊，九龍新界兩地啊，九龍新界冇錯冇錯。OK， 咁啊，講翻近來嘅戲啦，今集係咪講下老友記？好。咁啊，似乎呢排就俾九龍城寨就搶曬風頭啦，係咪啊？係啊。係啊。咁啊，大家有冇忽略咗啲其他戲咧？啊，咁啊，我哋即係睇呢排啊，睇一啲比較新嘅電影啦，同大家傾下。咁啊，有套都曾經都曝過光噶啦，係咪啊？一二一二啊，即係首爾係啊之春嗰套戲。佢係咁嘅，佢本來就話唔上嘅，即係唔上戲院嘅，就喺某一個嗰啲收費平台係咪啊？啊嗰度做嘅，已經上咗架噶啦，其實。嗯，但系佢突然间电影公司又好似改变主意咁啊，有啲限量嘅场次会上啊，嗯，即系电影即系戏院可以睇到同步同嗰个平台，嗯，唔知佢哋点样谂法咧？我其实呢部戏系旧年韩国啊，即系最卖座电影嚟嘅，哦，系啊系啊，好似收咗六亿几啊港币，系咯，啊，咁啊照计啊，即系好少。即係咁賣座嘅片唔上噶嘛，係咪啊？我諗而家嘅世代都係對啲好政治嘅議題咧，有啲避忌咧。嗯，我覺得即係我冇串，唔代表任何人嘅意見啦，都自己。我哋冇串過任何嘢啊，係。但係其實呢套戲係非常好睇，我覺得嚇。冇錯冇錯，即係其實我都好。欣賞其實南韓咧，佢哋呢幾年咧拍嘅其實主流電影、商業電影都好咧，佢哋係不畏忌嗰啲即係政治即係取態嘅嘢噶，同埋好勇敢面對自己過去嘅歷史啊。咁對，同埋可能都同佢哋檢查制度，或者佢哋發行制度，或者認受性咧，個國內嗰種風氣都有好大關係。係啊，尤其是即係政府啦，係咪？政府怎樣取態看啲咁嘅嘢，對佢哋會唔會大影響啊？咁樣樣，尤其是即係就由即係講到呢度首爾之春，直情係講緊佢哋啲當年嘅當權人物嚇，啲鬥爭嚇，點樣政變上場，一啲好都幾赤裸裸咁樣係講係陳述出嚟嘅喎，即係所以我都覺即係都幾匪所思是不是這思係咪呢樣嘢有少可？即係我有少感覺，似乎唔西方都有，當然有一樣嘢啦，係咪？但係冇佢嗰啲處理手法，佢直情可以唔，直情係即係你話佢忠於係咪忠於歷史，我哋唔知啦，又忠於人物，我哋更加唔知啦，係咪？係，我覺得係咁嘅嘢啊，好忠於嗰件事情啦，即係個事件嘅始末係佢以一個好似順時序嘅方式咁交代啊嘛。咁當然啦，導演即係對兩邊梗係有啲取捨嘅嚇。當然啦，即係你睇到佢係即係對呢件事嘅態度係點嘅。不過我諗呢個都代表咗好多其實韓國人對呢件事嘅一啲觀感咯。不過政治上邊即係從來都係成王敗寇啦，即係呢啲咁樣咁嘅所謂政變嚇。即係睇用咩角度睇咧，我就覺得嚇。不過全斗換呢個人，因為佢依個事情係講全斗換嗰、那個就係一二一二即係七九年個雙十二政變呢件事咯。即係全斗換本身都係一個非常之爭議嘅人物啦，係嘛？即係功過大家我諗即係留俾歷史評價啦嚇。但係呢個戲咧，佢導演應該係即係偏向咗一種即係一個暴君方式去講全斗換啦，嚇，即係一個好奸詐、好識耍手段啊，同埋好狠嘅人啦，嚇，亦都好符合全斗換呢個人嘅本身嘅人設啊，嚇，咁同埋亦都，但係佢亦都唔止講全斗換，仲有講盧泰愚咯，
係啊，係啊，即係繼嘅之後嘅佢另外一個總統喎、哦。係啊，佢嘅任人啦嚇。係啊，咁啊嗰個人物描寫方面咧，其實佢以就唔好講，即係對你對政治歷史有冇興趣啦。但係單純以即係以講即係將電影一部嚟睇咧，其實都幾劇即係劇情緊湊啊，係咪？佢做事手法係好緊湊嘅，即係好似一個。好似一個好即時咁樣噶嘛，即係每佢個左上角就會打住幾多時幾多分啊，即係個彈曲啊，係啊，彈曲出嚟啊，啊，所以好緊張啊，我覺得係。佢講緊係九個鐘頭，當年九個鐘頭發生嘅事件啊嘛，係啊係啊，同我講緊係調兵遣將，係啦，國家軍隊啊對抗一個即係首都司令啊嗰個保安啊，即係其實後邊有啲。政治陰謀爭權奪利，係咪、咁係符合曬，即係所有你要睇嘅嘢。即係如果以比較緊張啊劇情嗰樣嘢嚟講咧，就你係唔會有冷場啊。同埋可能香港人就對韓國嗰個當時嘅政治唔係咁熟悉，但我睇翻啲資料佢入邊好多角色都係有個原型啊，即係因為好多人物登場。嗯、大部分都是真有其人的。重要的那些我們就認得，其他那些配角都是 有根有據的。嗯嗯，看回資料就全部原型都寫出來的。是啊是啊。如果你真的對這件事有興趣，當然我你說我們就當然我們不要說韓國，台灣我們都未那麼貼，就是知道清楚啦。甚至大陸的人物入邊，我哋都未必咁清楚啦，所以就係隔咗幾重嘅，係咪？但係你睇翻又整個事件咧，就睇到咧就係一種，即係講個人格啦，係咪？即係成件事啊，除咗即係政治鬥爭之外，就講人格，係咪？呢樣嘢你覺得好睇嘅？你唔熟悉嗰件事嘅本身經過嘅，但係睇人物都好睇嘅。冇錯。其實主要四個人物啦，即係全斗焕啦，盧泰愚啦，仲有嗰個即係鄭雨盛飾演嗰、那個李泰神啦、啊，即係原型就張咩啊？張太保、張太元、張太元啊，張太元係咁其實呢個人同埋佢個上司嗰個即係參謀長啊，參謀長個咧都係喺成件事都幾重要嘅人物嚟嘅。仲有一個又係我覺得係非常之小丑化佢嘅，就係、是、個國防部長係。這個就真的我又覺得好像過分了一點點，我手法得罪是不是？你有沒有這樣的感覺？我喜歡這個演員，這個演員是香港很好的朋友，對香港人很好的，就是金義勝先生飾演的國防部長。這幾個人我覺得是寫得很好看的。當然你說有沒有過分醜化咁啲，我哋就唔知啊！即係站喺一個戲劇嚟講咧，雖然你唔知件事，但係你睇呢四個人物嗰啲關係咧，就非常之好睇。仲有就係盧泰愚，個演員好似啊盧泰愚，係啊係啊係啊！呢個演員做呢啲戲咧，佢嗰種比較即係嗰種心理咧，有啲表面都優柔寡斷，但係有啲即係。騎咧，同埋有啲即係怪雞，同埋啲想法唔係好正當嘅時候，我覺得佢即係嗰種人物角色咧就好啱佢，我覺得係。係，冇錯。咁啊睇，我都睇過佢啲劇集嘅，好似係咩夫妻乜嘢啊？夫妻關係定咩？有一套長劇嘅咁啊，我喺嗰度認識佢啊，我覺得呢個人形咧就真係。是有一種特別的他的形態啊，或者他的戲與戲之間啊，流露出那些呢，就未必一般其他的演員呢是會透露到那種這樣的神態啊。但如果 在正面人物那個呢，就是講那個首都警備司令呢，就是鄭雨盛那裡呢，就很明顯的了，是不是？是即係有少少，即係點啊？即係美化咗呢個角色嘅。我諗都需要嘅，因為我哋需要一啲
一啲正邪對立嘅元素，咁導演都考慮到呢度。尤其是嗰幕係咪一個人有兩幕嘅，我覺得係英雄化咗啲人，一喺個橋上面攔嗰個軍隊啊，同埋咁我就係最後爬過嗰、那個嗰啲路障，去直接同阿全斗換對質嗰一段啊嚇。即系嗰一夫当关万夫莫过嗰种气势哦，系啊系啊，有少少吓，感觉佢你知道件事嘅结局之后，你就会好 sad 嘅吓，即系呢啲唔系，即系呢啲唔系传统戏剧嗰啲即系正义战胜邪恶咯，即系我觉得呢套戏好睇就係覺得即係你點睇成王敗寇咯？即係啊，即係奪權嗰班人係最後係上曬去韓國政治舞台噶嘛，做總統啦，好多國會議員啦咁樣。咁所以依個我就反而真係有時唔知道韓國人睇完即係會點諗啫。成日頭先我喺度抄，我喺度抄想企圖抄呢啲咁嘅資料都未必抄到，即係當然套片都攞咗幾個獎嘅，係咪啊？咁啊，你睇到佢即係可以喺，不過都好嘢呢部片咧，佢係2022年開始即係決定拍嘅，咁啊見到佢咧就開拍嘅，咁啊2023年咧已經上畫噶啦，即係都幾快脆啊！拍咗幾個月咁樣就又即係包埋後期嗰啲嘢咧，差唔多一年零就已經上畫啦。即係佢哋嘅拍攝都相當大，即係你知大製作嚟噶嘛？係啊，個規模好大嘅，牽涉好多嘢啊，同埋嗰個年代又要即係好難拍翻噶嘛？你知啦，拍翻七十年代係嘛？七十年代1979年啊嘛，1979年12月12日係咪？所以套戲叫1212就咁解啦。係啦，就決定嗰日咧就要做啲嘢，所以我想講下王正民呢個演員啦，呢個演員係實在太勁啦，我覺得啊喺韓國演員入邊，即係佢係即係做乜似乜嘅咧，又係同埋佢我係中意佢偏於做嗰啲即係反派啲嘅角色，佢係個樣係有啲流民啊，係邪邪地嘅，冇錯冇錯，呢啲好彪悍嘅嗰啲。當年佢有做過好多正派嘅角色嘅，但係我覺得呢個戲入邊，佢真係好搶夫啊！嗰種狂妄啊，但係有時有啲不安啊，即係個政治野心又大，但係開頭佢其實係有啲想跟個程序做噶嘛，即係佢想諗住自己可以說服到嗰陣時個崔總統啊嚇。代理總統係啊，代理總統即係簽嗰個手令去拉個參謀部長，咁就以一個合法嘅理由去發動呢一次咁嘅行動啦嚇。但係其實佢自己心裏有數嘅，一唔得都係要揀你噶啦嚇嚇。係，呢啲必然噶啦，佢哋唔會就唔係單純嘅嘢嚟噶嘛，大佬呢啲嘢係咪？即係如果係咁容易做到，佢都。即係個個都即係會咁諗啦，係咪？不過有幾幕咧，個呢套戲咧係講佢自己一個人咧喺應該係梳洗間啦，手洗洗手間嗰種咧。嗰幾幕真係唔知個真實性幾強嘅，老實講，因為當然冇考究。但係嗰幾幕咧又真係幾重要啊！係咪啊？同埋睇出曬咧個導演都。處理得係即係喺個人物描寫方面咧，就係講到佢自己呢個角色個內心世界、個性格、個目，佢可以做到啲咁嘅嘢樣嘢咧，即係佢係一個賭徒嚟嘅，真係老實講，係搏一鋪嘅啫，係搏得好勁喎，大佬你唔知搏一鋪啊，即係攞條命去搏嘅喎，係咪啊？即係你睇到佢初頭都知道俾人哋要等。掟咗佢，即係我哋講就決定掟咗山頭角啦，係咪啊？係，即係變咗邊疆，然後即係知道佢有搞嘢嚇，孤立咗佢先，佢就已經睇到呢條路，係咪啊？咁啊，所以變咗係成件事咧，其實有少少即係大家都知道發生咩事，但係大家又睇個過程，同埋第一樣嘢就係我哋本身係唔係咁知個內容去脈噶嘛，係咪啊？即係我哋睇起嚟就更加係一個處於一個無乜知嘅狀態去睇嗰陣時咧，就好似睇一件
軍事行動嘅戲啊，係咪啊？因為戲本身嚟講，真係相當好睇喎，真係。即係佢攞即係埋在冠軍咧，就即係唔會懷疑啊。對我嚟講，真係唔會懷疑佢點有冇搞錯啊？喺套即係完全唔會咁樣諗啊，係咪？係。即係佢攞好似即係喂好嘢喎你，俾你諗到一條橋，你又夠膽拍，係咪？又拍得好，係咪啊？就第仲可咧，就要可以請到咁多韓國即係嗰啲粒粒巨星，係咪啊？幾乎係即係男演員嚟講嗰啲粒粒比較上個年紀嗰啲粒粒巨星都即係或者中年以上都比較立曬咁滯啦，係咪啊？所以我都建議大家即係去戲院睇嘅。我喺電視睇過一陣嘅，係個感覺真係好唔同嘅。即係我屋企嘅電視又細啦，可能。所以頭先你頭先你講咗個資訊，我都知道上咗個平台，原來即係佢原來都開台冇打算。不過好似之前喺亞洲電影大獎攞獎啊嘛，係咪啊？亞洲電影大獎攞獎，咁之後就好似放咗兩場嘅，我記得就咁即係真係咧，咦？想翻嚟睇，咦？唔見有嘅咁樣樣啊，係咁啊，所以呢部片咧，即係大家有興趣咧，即係。我又冇睇啊！我又冇走去睇到，個票房即係有冇人得唔得呢樣嘢？我又冇去八卦到，因為大家對韓國嘅政治片可能即係宣傳唔係好強哦，冇乜係啊！即係你有冇咁嘅感覺？平時即係韓國片，你知即係好多大片啊，好少話睇唔到啊嘛，好多人唔知噶嘛，係咪？係因為香港好似嗰度咩嗰個馬東石係咪？馬東石嗰套都賣得幾好啊，都好多人睇啊，係咪啊？嗯，但我其實覺得嗰段時期嘅即係關於韓國政局嗰啲電影都好睇嘅。嗯，跟住有相關嘅就係，譬如大家睇完《首爾之春》，覺得有興趣嘅可以睇下《1987》啦。1987其實就係講全斗焕上台之後開始鎮壓呢個江州民主運動啊，即係呢個係韓國邁向民主過程入邊好重要嘅一件事情啦。咁中間有一套就同呢時有關，逆權司機啊，即係宋康昊做嗰個的士司機，同再個德國記者，其實係拍咗好多即係暴動嗰陣時嗰啲 footage 嚇。咁呢兩套可以作為我覺得如果中意《首爾之春》呢個類型，可以繼續延伸落去睇噶啦。1987又係好犀利嘅，又係涵蓋有好多，但係講出嚟咧就非常之有條理，拍出嚟嚇係佢非常之好睇，不過片尾都有少少 sad 嘅，就係佢有講話就交，雖然佢即係爭，即係當然攞咗權啦，係咪？當然啦，係咪？咁就有少少咧，就係有少少片段又講嗰、那個即係鄭雨盛同埋嗰個戒嚴司令。嗰、那個參謀長個下場嗰度咧，俾人喺度即係虐，即係虐打啊！即係嗰種片段都幾 sad 噶，即係反而一啲咁即係對個國家咁有忠誠啊，結果就咁嘅下場，係咪？係啊，對呢樣嘢係即係又係成王敗寇咯，我就覺得。OK， 不過就覺得有一段就我睇嘅時候就覺得有啲突兀嘅。嗰段係好鬼煽情嘅，即係講嗰個咪有一段有個死守唔走啊嘛，跟住同嗰個係孔朱霞，即係嗰個陸軍司令官啊。咁所有人一去寫到嗰班所謂留守喺首爾嗰班軍佬，其實好鬼寒風洗禮嘅。係啊，冇錯。同埋咧就驚啊，即刻走啊嘛。係啊。就為咗呢個司令官同埋一個佢嘅下屬啊，堅守嗰度嘛。係。即係嗰個叫做吳振豪喺入邊因為佢成日都叫即係都即係越級啦，即係咪？越級俾意見嗰個啊嘛，所以最後呢兩個就我諗呢兩個人喺韓國人心中應該都有一啲份量，所以我覺得如果唔係個導演唔會特登設計呢一幕即係變成一個民族英雄咁樣，即係犧牲係啊。
所以我覺得對呢段有少有啲奇怪，同成個戲嘅調有啲唔係好夾啊。不過都冇雙打嘅，我就覺得。但係即係以商業片嚟睇就好睇嘅。係，即係以商業片嚟睇啦，即係始終即係有即係呢啲比較即係激撞嘅。嘅情緒嘅片啊嘛，係咪？係，係嘛？即係雖然佢入邊都好多動作啦，即係佢哋戰鬥啊、槍戰嘅場面都有，但係未至於到打到噼里啪啦啊嘛。但係反正 A 有幾場啊嘛，另外一個就有一個副參謀長啊嘛，係咪？啊，副參謀長又話即係我你哋走啦，留翻我喺度得噶啦，咁樣我睇啦，咁樣即係但係有個近身就唔肯走啊嘛。系、啊，即系呢两幕就系全套戏系比较系即系壮烈牺牲或者愿意壮烈牺牲嘅人嚟噶嘛，系啊，就呢两段啊嘛。但如果即系以枪战动作片系一定好睇噶嘛，系即系情绪啊，系嘛，咁啊啱晒我车，所以唔怪得你觉得个调子系有少少唔同嘅，因为佢出面打仗多咧，都系好似系你感觉佢打仗啊嘛，系咪啊？唔系真系开枪啊嘛。呢啲啊真系開槍噶啦嘛！呢啲情況就係、是、因為成個片嗰個脈絡都係有少少即係大家點樣過招啊，即係博弈啊，即係你行呢一步時，我就行呢一步咁樣。係啦，係啦，係啦，係。同埋講嗰啲唔同區域嗰啲軍人嗰啲狀態，究竟我支持邊邊，我靠邊邊企咧啊？所以係即係國家嘅危難嘅時候，就見到即係人性啦嚇。嗯，冇嘢，都係奪權嗰方都係贏曬啦，即係歷史上嚟咁睇嚇。即係如果以電影嚟講咧，冚唪唥都係即係係始終係民氣啊嘛，係咪啊？即係所以即係大家又調兵遣將，即係軍事上嘅民氣啊嘛，未真係開火啊嘛，係嘛？頭先嗰兩場真係開火啦，咁啊始終即係如果佢哋計數嘅話咧，咁啊。唔少得呢兩場嘅，係咪？係，所以我覺得最尾嗰場好睇嘅。其實你覺得全斗換完全佔曬上風嘅時候，其實如果李泰臣咁即係下惡落，即係嗰個命令落到，即係嗰坦克係對住嗰個司令部打咧，其實成件事又可能唔同咗。但因為佢哋衡量到咁樣，就韓國就會。步入一個內戰嘅局面啦，即係好無可避免嚟。嗯嗯，嗰度都有少少暗示時間性問題嘅。嗯，我覺得佢其實佢係佢下令咗嘅，俾人阻止噶嘛。係即係因為嗰、那個國防部長出嚟啦嘛。係啊係啊係啊！啲軍人始終係即係 take orders 啊，即係。係啊係啊係啊！啊，咁佢係最高 authority 啊嘛，即係你要服從佢嘅命令，因為佢解除咗你職務啊嘛，所以就，但係不過歷史上好多都係你夠僵就揀嚟噶啦，就唔同噶啦，就改寫噶啦，係必然噶啦，一樣嘢即係你好多嘢唔，如果個世界真係樣嘅都跟 order 嘅話，就唔係咁啦。不過都符合兩個人嘅人設嘅，即係李泰臣係一種好軍紀嚴明嘅軍官，嗯，即係全斗換嗰啲就係、是、即係啲賭徒啊，係嘛，嗯，即係搏嘅，嗯，同埋佢本身個私心係好重嗰種啊嘛，大家諗嘅正路就已經影響行為噶嘛，係咪啊？就唔係一個傳統軍人，咁所以其實之前佢鋪排李泰臣嗰段都好睇噶，即係講嗰個副參謀長點解要揾佢做，佢又唔肯做，係咪？結果最尾先肯做，嗰幾場佢好睇噶。系咪？咁就變咗其實個導演啊，導演叫做金聖珠啊嘛，係咪？係啊啊，咁佢即係佢都係拍大片多噶啦，係咪？咁啊，雖然我哋唔係太熟悉佢啊，咁啊，但係佢又呢套片啊，真係覺得係把持得唔錯，係啦。我都推薦大家睇嘅，好睇。OK， 我哋停一停，好，翻嚟再講。